堂下何人啊？路过此地，顺便看看我那玩世不恭的二伯。跪着累吗？这是我友人之子，进京赶考的赵生。昨天这位赵生有给我抛过几个媚眼。我也是。二伯，跪好了。大堂，大堂，做大伯的肯定会礼轻恭当啊。谢谢。没办法，红颜祸水就是这样。好了，小堂，我觉得你再在这里待下去，两位掌柜的手都快缠你了，告辞了。这书堂要靠你来肃静，来，我不是这么穷啊，老子，快点，二十二生，快，红，快点，好了，不要在公堂之上胡闹了，跟赵小棠眉来眼去的那个，手都杀撒不开了，跟磁铁似的。赵树生还挺吃香的呀、啊，赵树生，我帅不帅？我帅不帅？啊，还可以。节目结束了，应该也会怀念吧。